2017年时，洪家腾官方听取车友们的心声与建议，启动了名为 Project R 的 R 计划，针对操控性与配备进行了多项升级。于是这辆Elite 300R 就此诞生。接着就让我们来看看究竟升级了哪些部分吧。前刹车升级为 Frendo 辐射对四卡钳，搭配265mm 穿孔浮动碟盘。前叉口径升级为 37mm， 搭配重新设计的强化型三角台，强化支撑性与稳定性，大幅提升了骑乘时的舒适度与过弯稳定性。后刹车从单向单活塞卡钳升级为单向双活塞卡钳，为对应升级后的前后刹车系统，刹车油缸也同样加大，而刹车拉杆的部分也进化成四段可调咯。全新设计的多功能液晶搭配指针仪表，可显示多项行车资讯。配有法国大厂 Hermes 代工的长板风镜、 USB 充电座以及 CNC 铝合金踏板，油箱盖也改为隐藏式设计，对于雨天时的油箱保护性更好。手把角度与位置经过重新调校，骑乘舒适度有所提升。炯炯有神的双鱼眼熏黑大灯组，搭配鱼眼灯具后，拥有不错的照明表现。运动化滚边的宽大椅垫，加上 Elite 专属后靠背，兼具造型及实用性。假设单身的车友们用不到的话，也可以选择拆下来不使用哦。大容量车厢，即使放入两顶1/4安全帽，也绰绰有余。经过多项升级的 Elite 300R， 成为运动与通勤兼具的黄牌大羊。加上售价只要 13.8 万的超高 CP 值，相信可以满足平日通勤、偶尔上山热血的小资男哦。我是汉堡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